虽然我的父母生我生得很草率，但这并不是我叫胡生的主要原因。我住在中国几乎最东边的岛屿上，你别看这个地方现在这么繁华，几年前它不这样。在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搬走了，我和我的两个兄弟是最后离开的。大家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，只有他们两个说我是正常的，所以我很崇拜他们。浩瀚哥是个在外面闯荡过的男人，他的父亲出海时发生了意外，死于1994年的17号台风。那年，浩瀚哥10岁。今天我上了这台，就不怕让我自己下不了台。现在我要说。我们要，喂，喂，喂！他很坚强，我很欣赏。江河老师是岛上唯一的老师，他人很怪，吃面包要涂辣椒酱。他被分配到几千公里外的西边去教书。浩瀚哥送他去，我们三个一起开车上路，计划穿过整个国家。这一路，我会见到小时候的邻居周末姐姐，还有浩瀚哥通信了很多年，传说中的，连他自己都没见过的刘莺莺姐姐。我好高兴啊！可是第一天，他们两个人就不见了。我好难过，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他们3年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见一个游客，看到了他手里的书，我才知道，故事在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的。姐，第二天浩瀚哥约会刘莺莺，第三天、第四天，他们俩要睡2晚。第五天，我们俩要送姜老师去西天。别唱了，姜老师，不是说大岛建小岛迁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大，为什么被定义成小岛啊？还有，取完车今天会有船送我们走吗？这里的岛面积是1.7平方公里。海岸线呢，是7.8公里。你觉得大吗？大呀。可惜啊，这么靠东边的一个岛，多好的概念。这里弄好了就是海上的丽江。但你看现在，萧条成这样。我2年前回来，想振兴家乡的旅游业，可现在自己都要被轰走了。你们看这个海岸，第一缕阳光洒到的地方，虽然不能叫黄金海岸吧，
但可以叫阳光沙滩。哎，姜老师，你英文比较在行，这个用英文怎么讲？哥，我知道 ，Son of Beach。来，跟上。打陆三年积蓄就买了它，冲动消费啊！怎么样？不错。这车顶怎么了？我自己弄了一下，冲动改装。哎，浩瀚哥。好像没见你开过。离开故乡一段时间后再回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这栋楼这么小，这棵树这么矮，这段路这么短，这条街这么窄。总之，故乡的一切和你想象当中都是不一样的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把这辆车运回岛上之后，才发现马的路还没车宽。哥，我还是有点担心，这一路上几千公里，万一我走丢了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总共是3980公里，无论你在哪公里走丢，只要回原地等就可以。至于其他的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只要我们严格按照流程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这几年我在外面认识不少人，满地都是我朋友。你们放心，不管我在哪里拉屎，都有人给我送纸。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房子给烧了？这火要是大了，会不会烧到周末姐家和我家？反正我就希望我那栋小房子能一直留着。带不走的留不下，留不下的别牵挂。我爸说这说的。可你把自己家都烧了，不会后悔吧？不会。哥，你家的煤气罐搬出来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不要说话，快开始吧，快开始！来，进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你，啊，大
赶快到了片场，埋在礼品给周末姐。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周末姐，他们家的房子已经……不用。那你说周末姐会不会？不会。小地方想要往上爬，得靠人际关系、家庭势力，在大城市起码公平点嘛，懂不懂啊？哎，是吧？嗯，是啊。但在大城市里，你如果有关系、有势力的话，就会比别人更公平。反正呢，背井离乡就得要出人头地，哎，是吧，江湖？是江河，我的工作都是分配的，我觉得安静的地方挺好。我也不太喜欢往上爬。你一个男人这么不思进取啊，不进则退，你不往上爬就会往下掉。不过无所谓啊，人各有志，各取所需。你看我就很想开，我明年会去一个地方当主持人，也有几部戏过来找我演，有台词的。对，慢慢来，我常听他们俩提起你。是吗？提起我什么？说你家的房子挡到他们家房子的光，又没人住。那帮我炸了吧。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你了，觉得你更漂亮。浩瀚，你这么挂念刘莺莺，为什么不早点见面？混得一般，留个念想。哎呀，嗯，你还是这样。幸亏我十岁的时候就及时不喜欢你了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右转。我去换件衣服，你们别乱跑。久等了。我记得你很喜欢一位明星，几年前我拍戏遇到他，所以帮你要了一张签名照，送给你。他呀，我已经粉转路人了。这件衣服没刚才那件好看。这衣服也不合身，头发还是假的，你以为我有的选啊？说，咱俩虽然不是青梅竹马，但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以后别隔好几年才见一次面。我开工了，送我吧。好啊。起床了。送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好拿。嗯，记得啊。要是以后你们还混得不好，可以来找我。混得好就不能来找啊？混得好，你们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我们不会那么现实的。接下来去哪里？去下个地方。行，去吧。拜拜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下一部戏。走吧。
李湘。大家都说应该养狗的，难的嘛。我觉得狗啊是一种需要陪伴的动物，我是很喜欢狗的，但是我没有勇气养。可是在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我就看着窗外的车流，我觉得这个世上这么多人，可是没有人想听我说话。不好意思这位听众，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已经到了。可是我就是这酒店啊。嗯，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驯鹿就便宜，缘分吧。你好。你好，江先生是吗？是是是。你预定的是我们这特有的情侣套房，押金500。你们三个人啊？我在网站上预定的是家庭套房。那个已经7年没更新了。是转角那间吗？嗯，转角遇到爱吗？哥，啊。我出去抽支烟，少抽点，别学了。这房间都是猪。怎么了？坏了。遥控器啊。又怎么了？别看了，电话是真的，照片是假的，我都上过好几次当了。上厕所去了。我叫苏米，你好有诚信啊。那个，我还
还没给你打电话呢。迟早啊。你房间窗帘怎么弄？不小心用掉了。你这么忙啊？没看出来啊。一会儿就挂上了。你是？我是。开门见山吧，568包粥，868包夜。包夜能做什么？包日啊。其实吧，我也刚做不久，不是特别熟练。要不老板你说点什么？我不是老板，我是老师。哦，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那我教你啊，按理来说呢，辣椒酱和面包是不会在一块的，但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我问我的妈妈，我将来会成什么样呢？我会变美丽吗？我会变富有吗？她是这么的告诉我的。世事难预料啊，顺其自然吧，未来不是我们能看见的，顺其自然吧，会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当我长大并且坠入了爱河，我们的未来会如何呢？我们会有彩虹吗？每一天都会有吗？他是这样告诉我的。好了，我相信你。你是英语老师吗？我是地理老师。啊。金店衣服材质不太好，我帮你放掉。把鞋脱了。丝袜也脱了。老师，你洗完脚啊？当你赤脚踩在地板上时，就不会有静电了。你是物理老师还是地理老师？都会一些。马上就要变生理老师了吧。别这么暗就好吗？随便出点什么动静都行。你屋里还有别人？忘了跟你说，我兄弟他…… 你这种情况……不不不，你听我说。小姐，算了，今天这活我不接了。等等。你要保护我，交心吧，放在我身上。放心吧，交在我身上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林姐，开门，开门！开门！警察查房！跑！万一局有上报，你名誉不要了，跑啊！姐，车在那，买的。快快出来！开门，小心点！怎么了？别管我，你们先走。怎么了你？完了。好，快开门！
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职业吧，我最恨你们这帮嫖客，完事了之后劝人从良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完事儿了。我只是打个比方。你又是干嘛的呀？你冷静一下啊。我呢，姓马。我很不喜欢你这个姓。我知道，我不管现在姓什么，你都会觉得不好。但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们两个人都在帮你，尤其是我旁边这一位。浩瀚，别说了。苏敏，我跟你讲个道理。算了吧，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，可依旧过不好的生活。三叔放心，我没事。对了，问个问题。你们两个男人出门为什么要住一间大床房？其实我们有三个男人。哎呀，胡生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这点危险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胡生怎么样了？我们把胡生拉酒店，胡生把手机拉车上了。他会找个电话打给我们的。他的智商应该能办得到吧？不一定啊。纸巾没了，用面包擦擦嘴吧。我晕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看慢点吧。这里面有防腐剂吗？这个没有，你想吃吗？我去帮你买。不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你们要去哪儿？我旁边这个人，以前在最东边的岛上教书，现在被发配到最西边的路上去教书，总是被人支配来支配去。
从来不知道替自己争取一下。今天晚上倒是替自己争取了啊。浩瀚，我的确是去教书，不过我是分配，不是发配。记住，我是交配到最西边的岛去发书的。我有说错吗？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。我早就发现了，只要不是警车就没问题。往右避开，那里有块平地。被抓进去了，那就是身败名裂啊！身败名裂，我哪来的身和名能让我去败和裂？你以后的路还很长，还有可能洗心革面呢。江老师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你的学生，你不用对每个过客都负责，也别去教路人该走哪条路。再过一阵子，我就要坐飞机去另外一个国家了。我的一切都不用你操心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天亮再说吧。那你们先睡吧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我绝对会醒着。把油加满，我去那抽根烟。少说点。姐，姐，我们到你前面了。鸣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用微信？直接给我把人弄下来。不管你是谁，休想动我朋友。自己家里人办事，走开。姐，不给我们买。你们怎么才过来呀？你看清楚了吗？他们是一伙的。
昨天晚上这是个局，你走就算了，还把人作案工具给带走了。你们停人，都别动。说实话吧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老师，总之我不是小姐。我怀孕了，他是个王八蛋，我要去国外生这个孩子，不要钱。嫖客是错的，去赚犯错人的钱就是。我不是。还有，我不喜欢听到你一直劝我从良，从小到大我都使用，你让我怎么从良？有机会，我把我的故事都讲给你听。可惜没有这个机会。苏敏，我记得。等等，用电池的正极在裤子上面摩擦一会儿，就不会有静电了。没关系，天气马上变暖了。可是每年都会有冬天啊。我要去那个地方没有。你们男人都喜欢用这种小伎俩吗？苏美，牵你的手，走了。我还有几句话要说。你们这样是不对的，再艰难也不能骗别人的钱。你们可以去借钱啊。骗钱跟借钱有什么区别吗？借钱就是骗朋友的钱。还是我们更厚道一些。不能再这个样子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功德都不讲，加油站抽烟还到处乱扔。喂，停嘴，你们要是敢报案就是毁了他。既然大家都是没本事的人，各走各路。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。走吧。你这样不对啊。小朋友爱分对错，大人只看利弊。我一早知道你不是好人，没想到你连坏人都不是。
你这样怎么在社会上混啊？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我给你一个忠告，我也给你一个忠告。你这就是抬杠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给我忠告，我给你的忠告倒是真的，汽油车不能加柴油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让你们滚，别联系。他还说苏米是个好女孩，你们有点自知之明，过几个月呢他就幸福了。别看我胖，一个干你们两个没问题，敢追来我开车撞死你们。帮我转前台，就是昨天晚上出去抽烟那个人。啊，什么？没这个人？啊，谢谢。男，24岁，平头运动服牛仔裤，1米8，下颌骨很大，看起来脑子有点问题。是智障吗？啊，对，但他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叫胡生。好的，我们会尽快播出。好，谢谢啊。喂，胡生吗？哎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有一套底楼商铺啊，租到赚到，绝对有一种满地捡钱的感觉啊。先生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天气能有个毛巾擦把脸，这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啊。走啊。什么味道？
你在干嘛？赛前。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浮夸了？操，确实有点露富啊。不能露富啊。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被同学排挤，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把门关紧，风雨都是进不来的。但是今天我发觉这句话是错误的。小孩才分对错，成年人只看爱恨。我决定把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写下来，就叫做旅行者，千里之行，后会无期。好啊，记得结尾的地方把我美化一下。不，浩瀚，那个位置不是留给你的。有很多话我们在生活里说不出口，所以在书的结尾我要对书你说。我们离刘英英还多远？喏，这是比例尺，我教你啊。哎，你直接告诉我结果。你跟刘英英是怎么认识的？就小学的时候，有个特别二的活动，叫帮助偏远地区小朋友一对一手拉手计划，她是我的对象。她是哪个偏远地区的？我是偏远地区啊。那你是被帮的那个？对啊。不过我跟你说，到了最后，我就彻底把他给征服了。每封信都对我嘘寒问暖。我跟你讲，你必须得有个这样的朋友，最好是个女的。你完全可以压住她，只要你想要，她随时都是你的。就像我，你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绝不犹豫，不受任何人指使，不被任何人牵制。我爹也是这种性格，他当年死在风浪里面，也算是死得其所吧。但是做人绝对不是做酒，你千万不能酝酿，你一酝酿就迟了。可是你酝酿了19年了。18年。造型是有点欠妥啊！洗把脸，把胡子剃了就好。我去买点东西。调整一下情绪，赶紧回来，等着看好戏。喂喂，前面不能停车。
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了？可以停，可以停，可以停，可以停。刘英，来一局吧。既然见面了，我就跟你说了吧。你先听我说完，别问问题。相比我们认识的时间，我说的有点太晚了。可要是算我们见面的时间的话，我说的够早。记不记得19年前，9417号台风，你父亲贸然出海，再也没回来。这都是你告诉我的，你还说这是冒险精神。你视他为偶像，他死得其所。其实没有。那年你10岁，11岁。你父亲觉得，在他的责任范围里，只能做到这里，于是就来找我和我妈妈。他欠了我们这么多年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说这算是一种偿还，可是对你来讲，就不一样了。我还是接受不了他。天底下不是所有的债都可以还的。很早就出来混，开了这家台球厅，不再依靠家里。你父亲，他一直很想知道你的消息。于是，我和你就偶然的认识了。通信了10几年，不是我想知道你的消息，是他想知道。你肯定想问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以后想怎么样？
几年前他去世了。放心，这次是真的死了。你消化一下吧。我爸怎么死的？喝多了，在床上抽烟，不小心把自己给烧死了，连着房子一起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有一个月我没有回信，就是那个月。后来又恢复了，反正每一封都是我写的，只不过后来只剩我一个人读了。我该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之前通信的内容尺度把握的不是很好，我自己放的太开了，你明白的。没关系，喜欢就会放肆，但爱就是克制。你有我一切的联络方式，走吧。浩瀚，你跟刘莹莹怎么样了？没事。还是送你去入职要紧。低沉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把窗打开。阵阵晚风吹动着松吹响着风铃深入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，让一切喧嚣我去。死了吗？
应该是昏过去了。被你撞飞这么远，我没撞到。你读了这么多书，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人昏迷的时候是掐人中，狗昏迷应该是掐狗中吧？对。这五官太紧凑了吧？怎么掐？怎么办？喂，浩瀚，你觉得它是家狗还是野狗啊？在野外的应该算是野狗吧。话不能这么说，那人出了家门，岂不成了野人了？连家乡都没有了，哪来什么家门？我们跟野人也没什么区别。确定是这条路吗？确定。我们是不是来过这里啊？哪有。带围城，方便吗？啊，方便啊。谢谢。别看我这个样子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热不热？热。谢谢。关门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完全不知道我爹妈怎么想的。你们就叫我阿吕吧。听你的口音，你也是南方人。我东莞来的，你哋唔识路系嘛？啊？你们迷路了吧？我带你们出去，这个地方我来过六次了。六次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骑摩托车环游中国，每一个角落都去过。我破不了万卷书，但已经累积了14万公里路。14万公里根本不算什么，我跑出租的时候一年就能开14万公里。我为的是自由，而你却是为了生活。那你怎么生活啊？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，骑摩托车的时候拍点照片，写点游记，赚点稿费。那你这次为什么不行啊？
我行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对啊，为什么你这次不行啊？什么为什么不行啊？啊，我行得很，你们哪看出我不行了？ By walk, walk， 走路啊。因为我摩托车被偷了。其实我一般不跟人家讲说我游历的经验，人家不懂，他们觉得摩托车就是上下班的工具，还有拉黑活的。那你为什么还告诉我们？别藏了，已经被我发现了。嗯，因为你们跟我一样，都是骑士，耶！尽情释放你们的热情吧，我们是印度人，耶！浩瀚，开灯吧。不用，这条隧道应该很短。我不在乎。这隧道怎么这么长？哎，这样怎么行啊？你们的摩托车呢？我们三个伟大的骑士在一起，怎么能没有一台摩托车？放心吧，明天等我把朋友送到目的地，我们就骑摩托车回去。我欲骑行归去，回到 Sun of Beach。你教书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气质。我走过那么远的路，看过那么多的人，悬崖都摔下去过几次，一般人的职业我一眼能看出来。但这位朋友我真的看不出来，他藏得比较深，掉下悬崖都不死，人命够硬的。命硬不敢说，命根子肯定硬。寻人启事：24岁男，光头，牛仔服，运动裤，1.8米，下颌骨很大，智力低下，于3日前走失，有知其下落者，请速与本台联系。丈夫的这种情况呢，还是需要两个疗程，但是服用我们医院最新研发的蓝根固本丸。你第一次骑车远行是什么时候？是同学会。我从小就喜欢摩托车，后来专长是修摩托车。我的同学都离开了老家，去了城市，但我没走。在我们那里，我开了一间修摩托车的铺子。是因为留恋吗？不。因为城里禁摩，后来同学会混得好的都会衣锦还乡，我就没离过乡，所以我也没理由不去。何况我小学追了7年的女孩子也会去。小学只有6年级，你留级了？她留级了。于是我就在第2年也留了一级。可我老想在自己的工作说出去不好听，我就组装了台摩托车，打算做一次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摩托车环中国游。我计算过了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是同学会那天，我到每一个地方都拍张照，给他写几句话，同学会重逢，继续追他。然后呢？结果没赶上，我时间没算好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是同学会结束那天晚上。为什么？路过北京时候耽误了。妈的，堵到连摩托车都动不了。没事，你同学们肯定很期待你的出现。后来我问了，
好像也没人提起过。没关系，反正你还中国骑行成功了，这些人肯定很以你为傲的。似乎也没人关心这个。你的车是不是加个柴油？他们觉得我骑十天才到的地方，他们买张票半天就到了，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我早就料到是这结果了，所以就不问你小学时候追了七年的女孩了。不过他反倒成了我老婆啊。这是我把老婆照片都印在头盔上了。我老婆。你老婆支持你这样？哎，别摸人家老婆。你看看车好了没有？行。有时候你想证明给一万个人看，到后来你发现只得到了一个明白的人，那就够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老婆很喜欢跟我一起骑行。那你为什么这次不带着他？他的命没有那么硬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骑这个路线纪念他。你别看我脏兮兮的，我特别不能忍受他比山上一点点的污迹，我会一直好好保存他，让他陪我一辈子。把自己弄干净，明天就可以去看 NT3M5P 了。什么是 NT3M5P 啊？ New Traveller 3 Model 5 Plus 是一颗芬兰的卫星，用来探索外太空的，在印度发射。厉害！那颗卫星是去追赶旅行者一号的。我觉得我的命运就像那颗卫星。火箭把我送去外太空，追寻我的先驱。你是第二个能够说出这个代码意义的人。第一个就是我老婆。那一年，我真不应该铩羽赶路的。都过去了。
那头盔的事，我也不怪你了。那我们现在在哪？边境。边境。可是我明天要入职哎。我老婆，如果能看到 NT3M5 批发射，一定很高兴。可是我明天要入职。好了好了。我们三个人的处境都差不多，你老婆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也倒霉了这么多天了。不过我没事啊，我恢复得很快。男人嘛，不要为儿女情长的事情所牵绊，最重要的是事业。你什么事业啊？出海捕鱼四年，出租车司机开了三年，跑运输跑了两年，幼儿园保安干了一年，积累了很多资源。本来想回家乡大干一场，可现在连家乡都没了。那你呢？啊，他呀，投身于小学生教育事业十年，读万卷书，行三里。小伙子，你也该多出来走走的。但是我的世界观和你的不太一样。你连世界都没观过，你哪来世界观呢？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你和你老婆的纪念日。看来你真的是满脑子都儿女情长的。今天是旅行者一号冲破太阳系，进入他们浩瀚宇宙的日子。旅行者一号，1977年发射，经过了36年，终于踏进了外太空的星际空间。他这样在太空孤独的漂流，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，就是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眼。有些人一辈子只圈在一个角落里，连窗户都懒得看，更别说他出门。你们的偶像都是明星，而我的偶像是一颗卫星。我的名字就是旅行者二号。你好，主持人，我今天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我把那四只猫送给朋友了，会养一条狗。这是你现在的一小步，也是你人生的一大步。那我可以再迈出一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现在在天台上。待会让我开吧，你们休息一下。随便开。哎，这个朋友可交啊？可交。加油！地址不错。他是不是试得有点远啊？哎，喜欢远行的人一般试车的距离都会比较远。哦，试得远好啊。所谓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他会不会就这样开走？不会吧，
吧，要先学会分辨，然后再去信任。遥知马力不足，日久见人心不古。王八蛋！说不定他有苦处呢。什么苦处啊？谁知道我们的痛处啊？这你们要走多久啊？老子不怕被骗。老子吧，刚刚相信一个人就被骗。虽然我可能赶不上入职，但我没那么生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车是我的。其实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人真的不应该只蜷缩在一个角落的。那叫出来行骗吗？这又算是什么本事？我是没有职业，但我不会出来做你。可是，不要可是，我们俩世界观不同。但是，你别说。张合影都没有脸，好渴啊！那你去喝那偷车贼的心灵鸡汤吧。事情还没弄明白。事情已经很明白。我好心送你，你乱勾搭女人，把胡生给丢了；乱信任男人。把车给丢了，还替别人说话。我以前教书的时候，觉得每个差生都有可取之处。你不要这么绝对。我不跟差的人混，你是个例外。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，就没有人跟你混。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不会说话。不过他这么做，真的对不起他死去老婆。他哪句真哪句假？什么死去老婆？还看 NT 三 P 都是假的，但有些话一定是真的，再混蛋的人也可以局部信任的。没错，我相信那个苏米真的是个妓女。你这样说是不对的，是我你妈在教育我，你妈别教训我。
看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这句话没什么道理，要不然哪来这么多走投无路的人呢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乐观的人。是啊，但我现在才明白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一事无成，还在那里傻乐。睡吧。你干嘛呢？浩瀚，你不能因为以前那些不如意就垂头丧气。我给你做个实验吧。也好，万一实验失败了，我们连早饭都有了。让他们做个伴吧。水开始冒泡了。他们还没有任何反应。看来你也知道是什么实验了。你看，青蛙开始察觉了。动物都会依照环境做出改变，一切都会自然过去。青蛙不会把自己困住，它会跳出来。这就是现实。这才是现实。国境线应该就在不远了，过了前面的坡，就是我要入职的学校，我们就横穿了整个国家了。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就到这儿吧，我就当一次旅行了。你以前说过，你喜欢斑点狗，这条斑点狗就归你了。我教你，这条是阿拉斯加。我一问不是很懂，那你就当这条马达加斯加斑点比较大吧。你带走吧。你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，你不像我，我这样的人满地都是朋友，所以你把他留着吧，老来也能有个伴。狗的寿命只有14年，
那也比秦毅这两个字寿命长啊。让他自己选。游客，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东极岛的地标建筑财帛宫雕像，也是著名作家江河先生成名作《旅行者》中的经典场景之一。那根据《旅行者》改编而成的80集电视连续剧呢，最近也是在热播中，由国内当红一线小生浩然与阿丽主演。《旅行者》一开播呢，就风靡了大江南北，引发了这个观影狂潮。那《旅行者》在韩国的收视率呢，更是超越了《继承者》，创造了出口电视剧的记录。虽然江河先生对制片方的改编呢表达了一些不满，但是依然无法阻挡该剧受到观众的热捧。那好了，各位游客，请注意您的脚下，现在呢自由活动15分钟，要买纪念品的朋友请往这边走。你别生气嘛。浩瀚，你跟刘英英怎么样了？没事，还是送你去入职要紧。你那书构思的怎么样了？我刚才帮你把结尾想好了，你听着啊。真没想到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告别，但跟人告别的时候吧，还是得用力一点，因为你多说一句，说不定就是最后一句。多看一眼，弄不好就是最后一眼。怎么样，我有点水平吧？
着的，在路上的。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。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。挣扎无法自拔，我曾经想。